Testing, testing。校长、副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系辅导组 5D 嘅杨兆康。我系 5D 嘅李静怡。Anna， 你知唔知道今天是咩日子啊？我梗系知啦，今天是中六同学嘅识别周会，亦系距离佢哋 last day 嘅最后一个星期啦。冇错，所以我哋辅导组特登整咗一个打气包俾中六同学。打气包入面有一张打气小毡，里面写满咗老师勉励同学嘅说话。唔知咁啊，仲有辅导组同学特登整嘅玻璃樽添。玻璃樽入面有56色嘅糖，俾中六同学温书嘅时候补充一下能量。樽入面仲有一张迷你嘅毕业证书，证书上面印有咗辅导组为中学同学打气嘅字句，希望喺你哋温书嘅时候，温到好攰嘅时候，都可以见到呢啲字句，有翻一个继续坚持落去嘅动力。冇错啊！除此之外，玻璃樽仲印有翱翔个翱字，而我哋拣呢个字嘅原因，系想寄予各位中学同学离开庭园之后，能够带住你哋嘅喺学校学到嘅知识同埋经历，能够向住自己目标飞翔，向你哋嘅目标一路前进。而喺樽底嘅另外一面，仲印有各位中学同学中一嗰阵嘅学生相，希望同学能够见到自己嘅改变，同埋回想起六年嘅庭园生活。能夠繼續努力考好 DSE， 我哋呢一班師弟師妹都好支持你哋噶。每一份禮物包都係為你哋每一個人度身訂造，麻煩班代表喺派嘅時候按翻樽底嘅學號，派翻俾相應嘅同學。係啊，我仲知道組輔導組拍咗一段片，記錄打氣包嘅製作過程。不如我哋而家一齊嚟睇下啦。講到去呢一度，係講到呢度，唔係跟住我，我想整一整翻張紙，跟住落正落去手仔喐喺度。我見到呢個震緊咯，我見到隻手震。每一份禮物包都滿懷住我哋對你哋嘅祝福，希望各位中六同學唔好覺得只有自己一個喺度面對呢個 DSE。我哋庭園入面嘅每一位老師、每一位同學都好支持你哋噶。最後，我哋喺度祝福，喺度代表輔導組，希望各位同學前程似錦，科科考到5星星。咁而家有請6A班班代表上台領取打氣包。而家有请6B班代表上台领取打气包。
而家有请六 C 班班代表领取大气包。而家有请六 D 班代表领取大气包。今日我哋嘅分享完畢，多謝大家。校長、副校長、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我係2018至2019年度東華三院鳳凰鳳庭中學識別周會嘅司儀，五 B 班嘅陳潤輝。我係五 C 班嘅陸雪欣。今日我哋又歡聚一堂，只係今日嘅聚首係為咗離別。就嚟要同中六生离别啦，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好多说话要分享。你哋嘅师弟师妹祝福你哋考试成功。校园入边，相信你哋有点点滴滴嘅纯真故事嚟同我哋分享，令人感动嘅人和事。首先，我哋有请六 A 班嘅代表。在開始中六級的識別周會之前，我謹代表全體中六級的學生感謝東華三院校長、兩位副校長、各位老師、各位職員、各位工友咁多年嚟的照顧。我會好努力咁，唔係我哋會好努力咁，我哋會好努力咁去考好 DSE 噶啦，多謝曬。好啦，事不宜遲，我哋依家開始我哋嘅識別周會啦。唉，話咁快，我哋喺上堂見面日子剩翻九日咋？你唔講我都知啦，咁重要，講真，我唔捨得大家噶。你講到呢度，我真係有啲想喊。其實六 A 班嘅同學 ，Hello， 俾啲歡呼聲先啦。相信大家都知道，由相遇到相識，真係得來不易噶。咁我哋應該要感謝上天俾我哋一個相識嘅機會，認識到一班難能可貴嘅同學。係啊，你哋覺唔覺得學校係一個因緣而相聚嘅地方啊？學校幫我哋創造咗好多寶貴嘅回憶。不如我哋唔好講咁多，去片先啦。好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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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啦 ，Hello， 我哋要多謝我哋。我们要给你一些掌声。是啦，他就是徐建华老师啦。他是我们两年的班主任。他做班主任真的没得谈的，他还请我们吃蛋糕，还有他很和蔼可亲的。还有我身边这一位活跃程度非同凡响的女仔啦，虽然她经常哔哩吧啦咁，又周不时激亲 Vishan 取笑你们，但她都知道你做的事、讲的事都全因为我们好，其实我们明白的。好啦，唔好講咁多啦。我哋多謝我哋依家感謝翻咁多位老師先啦。我哋依家第一位要多謝嘅係我哋中文科嘅老師，美麗又動人嘅林翠翠老師。喺課堂上面，佢都為我哋準備咗好多唔同嘅補充資料，可以令到我哋學到好多相關嘅知識。我哋由我哋本來中文好一般嘅成績，亦都可以得到佢津津嘅教導下有所進步。同時他都教識了我們如何保持一個處於北京的態度。泰山崩於前，自識不變。希望我們可以在未來的日子會用他所教的寶貴經驗和知識。
然之後咧，我就要多謝教咗我哋三年嘅英文阿 Sir， 佢又可愛又勤力，佢就係陳偉健老師啦。佢一直以嚟咧為我哋整咗好多筆記啦，好用心教學啦。雖然我哋成日都激嬲你，英文成績都有好多進步空間，但你從來都冇放棄過我哋，從來都唔會覺得我哋成績差，仲不斷鼓勵我哋。而且你仲會喺唔同嘅節日請我哋食嘢，幫我哋打氣。多謝你一直以嚟對我哋悉心教導啊！梗係唔少得我哋嘅數學科老師啦，温柔又體貼嘅黃以雲老師，多謝你哋平時上堂用心嘅指導，耐心咁去講解每一條數學，亦都鼓勵過我哋，如果有疑問嘅時候要立即提問。你悉心嘅教導令到我哋唔再害怕數學。Add sugar to coffee， 呢啲背數學嘅口訣唔單止令到數學變得生動有趣，亦都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容易去面對每一條數學。多謝你，黃以雲老師。跟住仲有充满爱心的吴月明老师，多谢你教了我们两年 LS， 你特别为我们的准备句工作纸和很多概念图的笔记真的很有用啊。虽然我们经常都很活泼还激怒你，但是你很快就会怒完，还经常请我们吃东西，最重要是给我们用 iPad 找资料啊。真的很多谢你这么用心为我们准备金句卡打气，我们会在 DSE 里面很努力报答你一片苦心。最重要的是你在我们心目中永远都是18岁。另外想多谢教了我们五年 PE 老师的灭书啦，他看尽了我们上堂的百态啦，又鼓励我们做一些不敢做的事，还有跟我们谈心啦，又教我们正确人生价值观。他会说一次不得不第二次，就算不成功的话，坚持其实已经是对得住自己啦。在这里想多谢教了我们三年的地理科老师 Miss Yuan， 令到我们学习了很多地理的知识，无论在岩石还是不同的地貌，他都教识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很感激他的教导。我在这里代表 VA 全体同学感谢李志伟这三年的教导啦，他们说学到很多关于 Art 的东西啦，衷心感谢你。亦在做 SBA 遇到困难的时候，也都会抽很多时间出来陪他们啦。跟着我会代表中史全体同学多谢曹和熙老师，他说最深刻的时候就是他去旅行的时候参观过的博物馆都没有忘记他们啦，还会开心 share 相片给他们，他们说他们会继续努力的。其实我们真的很庆幸可以在这里相识的，我们在这里可以做到彼此的朋友，就算大家毕业之后，我们都会记得潘班长的笑声、容仔的睡相，我们回忆真的数之不尽的。再一次我在这里感激这么多位老师，这么多年的教导，还有这么多位同学的陪伴，多谢。Testing 多谢六 A 班的分享，现在有请六 B 班。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6B 班大事回顾，由于时间关系即刻去片。在六年是七年先啊，你们啫，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小学同地方，但冥冥中的缘分令我们在庭园相遇。在中学这几年我们都成长了不少，然而我们就来各散东西，相信这段时光都会深深地刻在我们心里面。虽然我读书不是最精，运动不是最劲，但我都很庆幸可以成为 6B 班的一份子。在这段片大家都变长大了不少，所以以昔日的小朋友都已经中学毕业了。时光飞逝，转眼间今年就已经到我哋去负责呢个嘅识别周会啦。仲记得以前睇高方嘅识别周会，仲系觉得一件好遥远嘅事。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
在中学生涯入面有不少的老师都帮助过我们。 Six beat, drop the beat。 藉住今次感激老师，唔该你哋听清楚啲。首先出场系 Miss 钟，中文考试好轻松。Sixth Group A 有位 Miss Chan， 有佢英文就唔使惊。嚟到个数学 Mr. Choi， 特别技巧 Multiple Choice。娇小玲珑伊夫人 ，Miss Tai 教书好精神。好彩会计有 Miss Chan， B A 成绩就冇惊青。摆咗件事有 Miss Mac， 考试成绩唔会 bad。仲有体育 Mr. Ding， 教到个个变精英。其他老师不好意思，感激说话迟点话你知。在中学生涯里面，大家都找到属于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希望你们可以坚持自己的梦想，一直向前行。当遇到挫败的时候，不要忘记在背后还有一班好同学支持你们。虽然这些照片在你们眼中可能看来没什么意义，但是在我们 6B 班同学心目中就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这三年的高中，我们有悲有喜，经历过的事都历历在目，好感激为 6B 班付出的每一位。好开心可以识到你们，非常感激你们陪伴了我人生最难忘的三年。我们班在不同的活动里面已经建立了一份深刻的友谊，而这份友谊都是难以取代。希望这些友谊即使我离开庭园都可以延续下去，万年不衰。大家都需要记得这段美好的时光，充满青春的中学生涯。大家不要奇怪，为什么我们的主席会这么抗拒呢？他现在是吃大半嚿的wasabi寿司。唔係效果嚟嘅啫，效果嚟啊，效果嚟啊！你们很快就考 DSE 了，真的好
心機啲，剩翻我哋嘅時間全力以赴。咁希望你哋可以攞到你心目中理想嘅成績。咁同埋咧，完咗 DSE 之後，其實都唔係一個終結，係一個你哋嘅新嘅開始。我都希望同學喺面對你哋嘅新嘅挑戰嘅時候咧，都帶住你哋嘅自己各人嘅目標、各人嘅希望去創造你哋自己嘅未來。好，祝福你哋。Hello 6B 的同學仔，我都仲係習慣叫你哋做 4B 同學仔啊。原來咁快已經過咗兩年啊！我記得當年逢係你哋考試前，我都會同你哋講：而家唔搏，等幾時？你哋而家就真係跑到直路啦。其實都好遺憾，我淨係可以陪你哋跑過第一棒。唔知呢兩年你哋第二棒同第三棒跑成点呢？不过而家唔好谂啦，冲埋第四棒啦！我会喺终点度等你哋。讲乜嘢？曾经过咗好多，你睇下唔得。多謝。多謝六 B 班嘅分享，而家有請六 C 班。莫甘问这呀 ，baby。哇哦哦哦，哇哦哦哦哦，哇哦哦哇哦哦哦。Hey one， 哇哦哦哦 ，anyone please？ 哇哦哦哦哦，제발사랑좀줘요。네가날싫어해하는걸알아나는서운해그럼날왜넌못이해해 You don't understand。했는데내게왜그러는데그럴수록난되게섭섭해 Oh I'm so sad 그러니까슬슬 Let me come into your mom hey. 중요한건 mom 그분의얼굴만보고좋아하는거아니아니야날미워하는너의날이상말투까지도사랑하게된거이겠네맘이야너에대한건사선것도기억해난아니야아무리나삐그러도넌내게순간다많아야신정많아야주인공은맨날맨날이렇게밤마다기도해사랑을좀주세요사랑이모자라요매일매일자라는사랑을그녀에게주는데도받지않으니사랑을좀주세요사랑이모자라요매일매일자라는사랑을그녀에게주는데도받지않으니唔使唔使大家好，我是律师袁景聪。我是苏云海啊。我是杜显阳。中学生涯话咁快就走向尾声，唔够几日就是 last day 啦。系咯，话咁快已经中六啦，咁就十八岁。话晒同你哋相处咗咁多年，真系有啲唔舍得。除咗唔舍得你哋，更加唔舍得嘅系朝夕相处嘅同学，同埋一直陪伴我哋嘅老师。今日我哋希望把握时间，用呢个机会代表 6C 班嘅同学，向一路喺中学陪伴我哋嘅同学，一齐喺校队奋战嘅队友，同埋支持扶持过我哋嘅老师，由心一讲一句多谢。感谢咁多位朝夕相处嘅同学，就算未来难以再聚，相信大家一定都冇办法忘记咁多年嚟嘅运动会团结同埋热血，赛道上面欢呼同埋打气嘅时光。
運動會後拍照和奔跑，為班級的勝利感到歡欣，亦都為班級的失利感到可惜。這些這樣的時光都會成為美好的回憶，亦都難忘平時小息時候的歡樂時光，抱著吉他唱歌，一起在班際比賽上面努力，這些都是一些可貴的回憶。我們班的同學每個都在讀書、運動甚至音樂方面都各有所長，真是才華洋溢，多才多藝啊。咁首先我哋就要感謝我哋嘅班主任陳文妮老師啦，佢對我哋嘅無常照顧，我哋可以感受到你喺學業同埋品行兩方面都對我哋好在意同埋擔憂。雖然我哋有時會喺你無數嘅叮囑下，都係唔記得交通稿，成日都會激親你，但係你對我哋咁多年嘅苦口婆心，對我哋好似仔女咁愛錫，我哋一路其實都知道，我哋承諾喺未來咁多年都唔會辜負你對我哋嘅抱負同埋努力，愛你啊媽媽，亦都好多住，我都好多謝班主任李偉成老師對我哋嘅照顧同埋教導我哋通識。好幸運，你由中三開始已經成為 C 班嘅班主任，你真係一個好温柔嘅老師。有位俾你教咗六年通識嘅同學話：六年嘅通識堂上邊，你從來冇對過同學發火。你是他見過最温柔、最善良的男老師。最後恭祝你們百年好合，舉案齊眉，我是你的爸爸。其次我想多謝數學科的徐建華老師，除了上堂的時候不嫌我們煩，不斷解答我們問題之外，還在黑板上列舉詳盡的步驟，還教我們怎樣展開健康的人生，例如早餐千萬不要吃即食麵，要吃多些士多啤梨和奇異果，仲令到我哋中意咗游水。最后我想讲，我都系哆啦 A 梦嘅粉丝嚟噶。之后就到蓝庭桂老师，多谢你成日上堂，除咗教我哋英文之外，都教我哋好多嘅大道理。你成日好俾心机咁样整笔记俾我哋，用激将法令到我哋俾心机咁样温书，不辞劳苦咁样教我哋。我哋嘅上堂气氛同埋私下相处都好融合噶。亦都多谢历史科嘅林佩贤老师。悉心的指導，這兩年來對我們不離不棄，即使我們間中有頑皮的一面，但你仍然孜孜不倦地去講解亞洲、歐洲各個課題的重點，沒有你亦都沒有今年的歷史班。相處的時間雖然很短，但你教學的熱誠我們是感受到的。亦都想多謝 ICT 的黃志培老師，令我們 ICT 班的同學在這三年裏面獲益良多。在21世紀的資訊科技年代，在汪瑞的教導之下，令我們不會被時代的洪流底下被淘汰，亦都令我們認識到更多世界的發展，令我們走到科技世界的尖端，學習到書本上沒有記載的東西。當然還有我們的杜俊福老師啦，多謝你一路以來的教導，你很耐心地教我們，提醒我們數學是一分一分地拎的，就算有些很難不懂做的題，都要努力地去執每一分回來。同埋你上堂都會講好多有趣嘅故事俾我哋聽，例如六指琴魔啦。咁你嘅堂我哋永遠都唔會唔記得㗎。另外咧，亦都非常之感謝經濟科嘅林嘉琪老師對我哋嘅教導，全因你勤奮負責任嘅教導，令我哋為我哋提供咗高質素嘅教學水平，令我哋潛在產出水平上升，從而獲得更高價值嘅分數。我仲記得喺中五嗰年嘅暑假，你即將要放產假，你特登抽空時間為我哋補課，令我哋喺升中六之前已經完成 DSE 嘅經濟科課程。為咗確保教學質素，不假手於人，你嘅熱誠，我哋係感受到嘅，多謝你。跟住落嚟，我想多謝中文科嘅梁彩平老師，你對我哋真係好好，好有耐心。當我哋上偷懶嘅時候，會督促我哋努力學習同埋抄筆記。亦都會盡心盡力咁樣為我哋準備筆記同埋揾各種嘅教材。當我哋有啲自暴自棄嘅時候，亦都會對我哋循循善友，規勸我哋。當然仲有我最中意嘅黃慧敏老師啦，你係我見過最有學問、最緊張同學嘅老師。你時候都好認真咁樣教書，你對教學嗰份熱誠，我哋絕對都感受得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身而知之者。高中中文有你悉心嘅教導，真係我哋嘅福分啊！因為時間有限，冇辦法全部老師都提及，但我想再次感謝所有曾經教過我哋嘅老師，包括初中時期嘅老師。我明白老師做咗咁多年，每年都會送走百幾人，可能已經對學生嘅離別感到麻木，
畢竟彼此在對方漫長生命之旅之中只是出現了短短六年，但我亦十分感謝你們，因為你們在我們人生之中最重要的六年之中出現，你們的教導亦深深地影響著我們未來的人生。可能你們很快會忘記我們，但我們 會永遠地記住中學的時光，記住課室上堂你們的教導。最後再一次感謝所有老師，多謝你們。謝謝你。多謝六 C 班的分享，現在有請六 D 班。跟住落嚟係六 D 班嘅分享，你哋企出去先。眼中许约会上，你闭关撑到累，也要间中取吹风，对不对？乌云灰尘，每日贴近不如随便着胶鞋跳水淡彩虹，忽然被太阳解禁，向着你全飞吻烦恼，抛到树荫，天阴天晴也放松心情，明天意义由你定，用你的感觉寻路径。心中有小花猫，你曾任性，天阴天晴也要好心情，何必天天安拼？你要知道几时释怀是最强本领。From me tonight, come rain, come shine, you'll be超急都要命，快要丧失壮志热情，自由之间要约定，世界再差不扭曲，你本性酸甜苦咸，每日对调，假如疲累到尽头，如何要解除风调，别当梦中了，你没理由不笑年少，可以大叫天阴天晴也放松心情，首先感謝教我們中文的黃慧文老師，很多謝你對到我們無限的包容和體貼，你為了哄我們經常都用雪糕卷去鼓勵我們發奮圖強，山長水遠帶了一些炮谷過來請我們吃，還幫我們全班的人改了一個名字，真是一個很溫暖的老師，每三堂一次的訓話我們都會好好記住每一句話，多謝你三年來不停的鞭策，我們會好好努力考好 DSE 的了。跟住要多謝英文老師梁善義老師啦，好多謝善義老師由 Form 3到而家一直嘅堅持教導，你嘅 Chop Chop、Sunshine Call 仲有 WhatsApp Sample Cap 都係我哋班同學嘅獨有回憶。多謝你一直以嚟犧牲自己嘅私人時間，幫我哋逐個補課講 sentence pattern。你嘅善意我哋一直都記得，多謝你對我哋上心，希望最後可以用佳績嚟報答你。然後多謝數學老師 Miss 許，Miss 許嘅金句係好簡單啫。在這幾年來一路上去的堂，一路做他的功課，有什麼不懂可以立刻去問，每次都會盡力地解答，然後又會很意氣深長地跟我們提重點。Miss 許輕鬆教學的氣氛是令人喜歡他教數學的原因，
面水有時同我哋講人生嘅道理，教識我哋遵守社會嘅規範。佢你對我哋嘅循循善誘，我哋會記喺心中。多謝你呢五年嚟嘅數學堂啊！最後我想提醒面水，以後話事要小心啲啊！再嚟係 Miss 張，雖然你而家唔喺學校，但係作為我哋嘅前班主任同埋 LS 老師，都要感謝你對我哋班嘅付出。LS 堂不斷派 pass paper 俾我哋操練，教我哋答題框架同埋技巧，有時又會播下同課堂有關嘅片俾我哋輕鬆下，令我哋嘅課堂永遠都唔會枯燥乏味。我哋有需要嘅時候，課後去揾你都唔會托我哋手踭。多謝你嘅耐心教導，最後恭喜你成為一個幸福嘅媽咪，祝福 BB 可以健康快樂。然後多謝物理老師柳 Sir， 多謝你為我們準備的教材，特別是我們為我們而手抄的公式紙，多謝你每次上堂和我們的鼓勵，不停為我們 DSE 著想，我都明白你的苦心，我們更加不會忘記你的紅外線的。雖然每位同學未必的成績都未必如你所願，但我們會給心機考個 DSE 的。Miss Lau 是一個用心於每個學習程度不一樣的老師，對於跟不上的同學，你願意放學跟我們講每一題的 MC 題目，對於厲害的同學也都會肯給多些時間教多些進階的技巧，而對於中中停停的同學，他也都會鼓勵他們考好一點，看看有什麼錯處盡快改善，而照顧一個小型的地理班老師而言，大家都很感受到你付出的努力和為全班人著想，很多謝你啊 Miss Lau。 跟著要多謝化學老師 Miss Chan，多謝你對我們的督促，經常罵我們太懶了，這樣真的不行的，令我們開始變得沒那麼懶散，亦經常幫我們安排補課，留我們在學校做 pass paper， 給一個安靜的環境我們專心溫習，還有你苦口婆心的說話，我們會一一記在心中。雖然胡 Sir 只教了我們體育堂一年，但也很多謝你對我們班女生的熱心教導，真的很多謝你上次幫我找回隻錶，如果不是就真的慘了。最後當然是要多謝 6D 班的班主任黃志培老師啦，雖然沒有教我們主科，但都要感謝你對我們這一班的付出，你經常催收我們回調，提醒我們要做個負責任的學生，你寶貴的經驗都為班會提供了很多實用的意見，感激你陪伴 D 班走過三年的高中生涯，在我們中學生涯完結之前，向你致一聲衷心的感謝。小路盛放，如还在回荡，紧靠的渐渐远了，紧握的手松开了，翅膀展开，横向下一片天空。因为我知道，花正开在最美的时候，以一种自信成熟的笑容，在迷惘。5月22号呢就是我们中六级的 Grad Dean 啦，希望有教过我们的老师都好，希望所有老师都可以拨勇出席，多谢。多謝 6D 班同學的分享，現在有請校長上台為中六同學打氣。好，各位同學，剛才的片很精彩，很多鮮為人知的秘密都能夠公開了，精不精彩啊？精彩，給大家掌聲。咁咧就頭先司儀叫我作為校長上嚟打打氣，我冇帶呢個啦啦球啊。咁咧就，但係咧我自己有個感覺咧，就係喺頭先喺台下聽嗰陣時候咧，好多同學咧都常存感恩，對教個老師、對照顧個佢嘅老師咧係好多嘅感恩説話。作為校長咧，我覺得係好窩心啊！這個是做得很好的，即係我哋做人咧，一定是有依、這個飲水嘅思源。我哋身為庭園的同學仔，咁我哋受咗老師的轎冠，咁我哋記住老師恩惠，
但是记住我们校歌最后一句是什么？最后三个字，是你说没错了，报恩后。怎样能够报答同学或者报答老师的帮助？在这个短短的六年，在人生当中很短的六年，是吧的时候呢，你就要想想了。其实我今天很开心听到很多感恩说话，但同样呢我有份担心，因为再过一个礼拜呢你就会是出去准备考试了。啊，那这个考试呢对你来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有没有准备都好，现在就准备了。有一句说话我经常听， Never too late to start， 是吧？所以呢记住按你现在手有的东西就去准备，千祈不要放弃。我记得之前都跟你中六同学讲过有一句说话，我在隧道口见到的，很啱你们，是什么？你记得的，你不好意思讲啫。只有你可以改变未来，你记住一件事，改变多少你付出多少就会见到多少，好不好？继续努力，今日你以庭园为荣，他日你的成就将会庭园以你为荣。多谢各位。现在热烈的掌声送给各位中六生和校长。我们 GET 学生会又为各位准毕业生准备了一份小礼物，祝大家前程似锦。现在有请中六个班代表上台领取小礼物。